看广备齐，诗经看广，南有乔木，不可休思，汉有游女，不可求思，汉之广矣，不可泳思，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，翘翘错薪，言易其楚，之子于归，言过其马，汉之广矣，不可泳思，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，翘翘错薪，言易其楼，之子于归，言过其居，汉之广矣，不可泳思，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。男同学、女同学、男同学、女同学，男有乔木，男同学啊，身应其状如流啊。男有乔木，预备起。男有乔木，不可休思。汉有游女，不可求思。汉之广矣，不可泳思。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。翘翘错薪，言易其楚。之子于归，言过其马。汉之广矣，不可泳思。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。翘翘错薪，不可言易其楼。之子于归，言过其居。汉之广矣，不可泳思。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。好，女同学、男同学啊，男有乔木，预备起。男有乔木，不可休思。汉有游女，不可求思。汉之广矣，不可泳思。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。翘翘错薪，言易其楚。之子于归，言过其马。汉之广矣，不可泳思。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。翘翘错薪，言易其楼。之子于归，言过其居。汉之广矣，不可泳思。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。有谁能知道“言过其马”的意思？昨天我都讲啦，把自己比喻成马。对，讲得很好，因为他自己就是交通工具嘛，穿上那个牛皮做的鞋，他就可以飞啦，所以他就是交通工具啊。言过其马，厉兵秣马，这个成语听过吗？啊，就是给马吃东西，就是秣，啊。哎，他自己是马，他孩子当然也是马了，两岁的马叫做驹，啊。那通过朱老师的这个解释，新的解释啊，这首诗啊就忽然开朗了。以前很多学者在解释这首诗都非常的牵强附会。哇塞！所以这首诗通过朱老师的这两周的啊，我们对中国传统的文化、传统的文学，会有个新的视角去看待啊，这是一个巨大的礼物啊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看这个这两段呢，朱老师已经解释过了。虽然它是来自于《史记》，但是呢，它有新的解释。下面呢，我们把它念一下。《史记·武帝本纪》是《史记·武帝本纪》：皇帝者，少典之子，姓公孙，名元。轩辕乃修德正兵，制武器，物五种，抚万民，度四方，教熊皮皮除虎，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，三战然后得其志，蚩尤作乱，不用帝命。舜，冀州之人也。舜。
们再来一遍啊，再来一遍。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，预备起。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，皇帝者，少典之子，姓公孙，名曰轩辕。轩辕乃修得正兵，制武器，物五种，抚万民，度四方，教熊皮皮除虎，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，三战然后得其志，蚩尤作乱，不用帝命。舜冀州之人也，舜耕地山，于泽陶河滨，作石器，于寿丘就食于腹下。啊，史记隶书。太史公曰，预备起。太史公曰，神农之盖皇帝考定心力，建立五行，起消息，正润于，于是有天地神子物类之官，侍卫五官，各司其序，不相乱也。幽厉之后，周室威，陪臣执政，使不计时，君不告朔，故仇人子弟分散，或在柱下，或在夷狄，是以其计相废而不同。好，最后我们把千字文啊，今天呢和明天重点讲千字文。千字文开始的部分就是古代天文学，天地玄黄，预备起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日月盈仄，辰宿列张，寒来暑往，秋收冬藏，闰余辰岁，律吕调养，云腾致雨，露结为霜，金生丽水。好，可以了。好，那个男同学、女同学、男同学、女同学一起合起来啊！男同学，预备起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日月盈仄，辰宿列张，寒来暑往，秋收冬藏，闰余辰岁，律吕调养，云腾致雨，皆露为霜。好，这个昨天呢，我们去到了正德中学，看了他们的天文公园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呢，就是天文图。这个天文图重要到什么程度？它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地球上最古老的天文图啊，世界地球上独此一个，中国独此一家，而且就在我们苏州，啊，这是如此的重要。我在北京观象台看到的也有这样的 copy， 都是 copy 苏州的。台湾的也有这样的一个 copy 苏州的。那我们在苏州就看到这个。后来让我查一查一些资料啊，它是黄山的天文图啊，是在宋朝啊，在宋朝的时候就在民间流传啊，它是最早的28宿星天文图，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张具有28宿名称的天文图，在天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。苏州碑刻博物馆所藏的天文图碑高2.45米，宽约1.17米。分两部分，上部分呢是圆形全天星图，比较详细的描绘了天形态，重点描绘了内光、外光、黄道、赤道、银河的内容。下半部呢为天文图说，我已经给大家找到了啊，应该打印出来了，你们可以人手一份。就是我们昨天看的密密麻麻的字啊，写的是什么？实际上他总结了宋朝以前中国的这天文学的成果，他正确地解释了地体北极南极
赤道、日月、黄道、白道的现象啊。而且呢，它是根据观测的结果得到的，就是1078年和1085年观测的结果，由它来绘制的，根据观测的结果来绘制的啊。然后呢，全图一共刻了多少颗恒星？大家猜有多少颗恒星？啊，36颗，1440颗。然后呢，银河带斜逛星图，欧洲直到15世纪才绘制出这样的图啊。所以，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在他的巨著《中国科技史》当中，高度的赞赏了黄商的天文图，评价黄商绘制天文图比欧洲领先了300年，啊，称他是著名天文科学家，啊，而这个天文图呢，也被译成英、德、法、欧国文字出版。所以在我们这个天文板块当中呢，我觉得这个内容呢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呢，在结束之后呢，我们会找到一张非常清晰的图，然后大家呢回在这个冬天的这段时间呢，把这个天文图呢画在你们主课本上面，然后呢把这一张呢也抄在你们主课本上啊，这个过程对你帮助很大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叫布天歌，布天歌是什么呢？也是古代留下来的，就是。这个你如果到天上去行走的话呢，就是你走的那个顺序，如果你把布天歌背会了，然后呢你就能画出这个图出来，这1000多个这个恒星你都能画出来，太多了，所以这个太值得去做了。但是我们3个月的时间做这件事情啊，春天的时候完成啊。好，下面呢我们欢迎好，谢谢啊，布天歌我都不会背，可是你们要背，因为你们是孩子，可以用的时间很久。把布天歌背会了，你画这个图就没有障碍。你不背，你画完图你都不认得那些星在哪里。你会背这个歌，哪些星在哪个位置，全在你的脑海里啊，这是它值钱的地方。我很快把这几篇你们刚刚念过的东西啊讲一遍。啊，我这边用图来带一下，共工跟颛顼争为帝，为什么说他打赢了呢？因为这个是皇帝家族的历法，对不对？这样子是工程师的工嘛？再一次是王，就伏羲，再这样子叫公孙，公是平分，孙是子之子，曰孙，所以这是皇帝家族的标记。第一横叫天柱。这两横叫地为，所以天柱则地为，代表这三横都没了，变成这样了啊。所以女娲后来干嘛呢？立新世纪，看到没有，变成这样子啊。这个历法一来一回分成几份呢？我教过你们吗？你看到几条？12等于几？这就是十个太阳的历法，就是共工历啊，就这么简单。这边呢啊，为什么皇帝还会教这些什么熊、匹、皮、楚、狐、虎？我说过了，我们对不对？五国五侯历，所以皇帝历本身可能以前就有掺杂五侯历啊。那么他跟炎帝占于版权之野，说炎帝啊跟皇帝他们的共同父亲是少典，你们兄弟打什么仗啊？三战而得其志，打的结果到底是什么？就把他的历史拿过来了啊。炎帝是什么？纯太阳历，就是那五个分割线的。皇帝的历法还加了月亮历，就是初一十五分成12个月来数日子的，炎帝历没有啊。所以我们说我们是自己是炎黄子孙，是因为我们现在就用黄帝历这个历法，黄帝历的内容就包含了炎帝历，这样子理解啊啊，很简单嘛啊。后面这个是我最得意的舜庚历三啊，鱼雷蛇我已经讲过了，这边就不讲了。好、啊，
好，这边讲忧虑之后，周氏为陪臣执政，死不计时，君不告诉，死不计时在讲什么啊？就史官就不工作啦，就不计天时啦。错了，史官就不去记皇帝家族的历法了。为什么？我说过，一个王字一来一回分成四份，这就是时间的时。我不记这一套了，我去记像这种共工历了，就是历法换掉了，从皇帝家族变成女娲家族的历法了，偶数分割线啊，这个要会看啊。故仇人子弟，仇人子弟就是史官家族记历法的耕田的，哈，孙耕历山就是他去编造历法的这些人，就或在诸夏，或在夷狄，啊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所以他是放在《史记·隶书》啊这篇里面，都和历法有关系。好，我们今天来讲千字文。千字文，你们看白板上，我特别把那两个字调出来。在前十句里面有两个字要特别注意，第一个是我们背习惯的绿缕调羊，但是呢它是不是缕呢很有问题，它应该是召唤的召啊。我一会儿可以拿那个唐代李阳斌，他是我们现在能够找到最早最早篆体字的千字文啊，他写的召唤的召。其实你看智勇他的争吵千字文里面，他的吕写成这样，对不对？你说是吕还是赵呢？啊，好像都可以啊，但他不是吕啊，哎，更像赵，对。但我们现在把它变成是吕，就是很多人就把它看错嘛，认为是吕嘛，写习惯了就是。啊，好，第二个字是这个云。云这个字呢是从许慎就开始搞错，就是说文解字的作者啊。为什么呢？他认为这两个云是同一个字。我说了，你们看过来，地气上就左边向上的是不带雨字的云，天气下是雨啊，在正上方云和雨碰到一块在这边打转，这是云雨的云，不一样不一样啊。在千字文里头说是用一千个不一样的字儿写成的文章，但里头出现两个云，第一个就是云腾自雨的云，第二个是西蜀云亭的云。你们后面背过吧，西蜀云亭对吧，啊，那个云就是没有带雨字的云了。为什么？西蜀云亭是纪念杨雄的，他的名是雄，杨属性向上的雄壮的雄啊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每一个字儿都有它特别的意思啊。好，千字文，你们刚刚都念过了：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日月银色，成宿列张，寒来暑往，秋收冬藏，润于沉睡，绿照调阳，云腾自雨，露结为霜。好，没关系，你先暂时绿缕调阳也无所谓。到底在讲什么？我就先问你们：天地玄黄。你们学过的千字文老师都怎么告诉你的？天地玄黄，有没有老师告诉你天地玄黄这四个字什么意思啊？啊，那是赖皮啊，因为他解释不了什么是天地玄黄，他的解释就是天是黑的，地是黄的，对吧？我问你们，你们看过很多故事书吧？大部分的故事书一开始都是什么？哈哈，这个也一样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哈哈，多久呢？这个世界还没有形成啊，我们就来看，干嘛黑的？干嘛黑的？啊。我们看到都是翻成天玄地黄，明明写的是天地玄黄，你干嘛要天是黑的地是黄的啊？是看的人他不真实明白天地玄黄是什么意思，
而做出的错误翻译。啊，胡适听过这个人吧？胡适啊，到台湾去的啊，当过北大校长啊。他在《胡适日记》的全集里面有留下这段话，因为他是要推白话文，他觉得文言文啊都不好，都让人看不懂。他说：“我5岁就读了千字文的《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》这8个字，到现在我大学教授都已经做了10年了。”这8个字到底讲什么我还不懂，这是胡适的真心话，他真的不懂啊。但是他把这个原因怪到你干嘛写文言文，你当初写白话文我就懂了啊。文言文就是古代的白话文吧，但是因为你对文字本身你不懂，所以整句话你就不懂啊。今天就让你们比胡适还厉害啊。那要怎么懂呢？一个字一个字去查呀。啊，天颠也，至高无上啊，从一大地，元气初分，清清扬为天，重浊阴为地，万物所震烈也啊。这是天和地的意思，在说文解字上的意思。好，什么是玄？幽远也，黑而有赤色为玄。哎呦，黑而有赤色，哎，你要想，你看到了黑色，又看到了赤色，脑筋要转。在中国的五色里面，和五行的关系，黑色是在哪里？哎，北方水啊是黑色的，赤色呢？哎，火，南方火啊，就是朱雀、朱鸟那个朱色，朱是正红色，就我这个朱是正红色，就中国红，就是朱色，啊。又有北方水，又有南方火，啊，这是黑而有赤色的意思。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？你到底是北方还是南方呢？啊，这个待会要用《道德经》来解啊。黄叫地之色也，就中央土的颜色，啊。好，我们来看，刚才是把天、地、玄、黄拆开来看。天地合在一起啊，还有它不同的意思啊。天地者，生之始也，看到没有？天地两个合在一起，代表很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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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前啊，生之始嘛。这个地球诞生之初，这个银河系诞生之初啊，甚至这个宇宙诞生之初，都是用天地连在一起来形容的，啊，天地者，万物之父母也，看到没有？父是什么？母是什么？父母，不会不知道父母是什么吧？啊，父这个字，我告诉你，我们现在认识的父母，和古人认识的父母真的是不一样的，啊，父这个字，《说文解字》。他就写的是画了一只，你们这样看过来哈，一个右手上面就拿着一根棍儿啊，爸爸拿棍子打人的啊，好坏啊哈。他不是，他是说家长率教者，家长啊，啊，好，母呢他就画的像一个女字，然后这边就分开啊，然后这边是有奶水出来，母木也，我画的不好啊。啊，家长率教者是父，所以耶稣基督在祷告的时候会说我在天上的父啊，你不要以为他说他是 GOD 就是神生下来的，不是。我们之后中国也有这个概念，任族长还有那个最大的权威者为父啊，不是我们
受精卵的来源，这个是唯一的父，不是。就族长，就我们这个群体里头最大的那个叫做父，家长摔跤者，啊，就是拿起权威法杖的这个人，就是父。这是古代中国人的概念，好，可以这么说，啊。第二个，你们会觉得更讶异的，真的，我们古代中国人是这么认为的吗？什么是母？牧也，啊，牧是什么意思？更好玩了，养牛人。你想想看，牛是牛嘛，养牛的是人嘛，养牛人怎么会是牛的妈呢？要懂我意思吗？母是牧野，就给我们奶水吃的，所以大地是我们的母，上天是我们的父，是这么来的啊，不是我们受精卵的来源啊，是这个是我们现在最狭义的定义了，古人不是这么认为的啊。所以这就是天地，你会觉得万物之父母，这样你就看懂了啊。天是规律的给予者，制造了事实让你去遵循，它就是那个权杖啊，是我们的父。大地供给我们奶水，让我们能够生长，这就是我们的母啊。华德福学校应该也会教盖亚，大地之母吧，这个概念啊，这也是一样。所以西方人跟中国人在很早以前都是一样认天地为父母的啊。好，这个是大一深水的这篇文章，也是最近这100年吧才从墓里头挖出来的啊。也有人把它翻译成天一深水啊，天一深水。它的次序，古人认为这个宇宙的形成的次序是这样，先有天地，再有神明，再有阴阳，再有四时，再有寒热，再有燥湿，然后沉睡而止，睡就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啊。好，天地讲完了，什么是玄？这必须要用道德经来解了，因为这边有定义什么是玄，看到没有？同谓之玄，我的重点在同谓之玄。什么东西叫做同？这是重点。前面有讲，此两者同，出而异名。哦，再往前看，这此两者到底是哪两者？原来一个是有，一个是无。我这边就不去详细解释了啊，就是有和无本来就是一个系统里头的成员，但是呢，